芝麻跟黑芝麻，果然是黑芝麻。
边是哪边？现在这边是哪边？我不会自己看哦，就是高雄港嘛。为什么我们要在高雄港呢？因为我们要庆祝我们今天是我们认识七周年的日子。在西元1908年啊，日据时代啊，就已经的这个竹港了哈。是，那这个竹港啊，挖起来的这些泥沙，就是填出了现在的哈马星。哈马星以前是一个海呀、啊，内海呀、啊，啊，后来呢，这个高雄港呢，啊，从浅浅的一个什么小渔村呐、啊，把它挖到哈、哦，现在有11.3米平均水深，所以呢，挖，哦，还有最有名的百货公司都在那里，哦，集锦百货。啊，日据时代就是那国善楼啊，就是现在的华南银行拆掉重盖，那是第一间百货公司日本失去的。那另外呢，高雄最有名的大同百货公司的前面，就是南大兴百货的串升到第六，现在是坐六望五啊，啊，这个什么叫抢第一啊？这也是这愿景啊哈。因为高雄港曾经啊是一个小小的渔港，居然能够在什么1999年呢，啊到2007年呢，变成世界的第三大货柜，跟红头发的人有关系。啊，就是我们一般啊，跟红头发就是讲荷兰人哈、啊。那其实呢，未必是荷兰人哈、啊，那也就是从欧洲来的。据后来的考证呢，红头发的是谁呢？跟这个洋人呢有关系哈、啊。那后来呢，高雄港呢一直以来啊，从2007年开始呢，哇，每一年啊，这个货柜的运输呢就每况愈下哈、啊，就已经预计了这块土地呢，可能是最适合的地方。所以从1956年呢，就计划性的迁村哦、啊，准备了红头港的这块土地呢，要把它净空来怎么样？第六货柜中心哈，那这是一个新的货柜中心哈，啊，不是因为它的油漆很新的哈，是因为它的吊挂速度呢，它的作业的一个程序呢，啊，算是呢我们在高雄港六座货柜中心里面呢，啊，
是什么最先进的名称哈。所以呢，它有另外一个名称呢，叫做中央民政党。好，我们绕过了我们现在的高雄港，未来再造第二村的一个很重要的地方，中兴后会中心旁边紧接的就是呢大林国立。好，那经过我们大林国立发电厂隔壁呢，就是中油的大林埔厂。好，中油的大林埔厂，那这个地方呢，是属于呢原油进来裂解的一个部分哦。那原油的船呢，这个货轮、油轮呢都非常大，所以也开不进来，直接都停在没有办法冒烟的哈。好，那在中钢公司的隔壁呢，我们看到就是这一艘啊，今天呢在台船公司这边呢，陆陆续续呢会来交船的。那这是目前呢全世界排名第四大的船的公司，啊，是这个美国台船所打造的八大公司。那这个是 OOCA 的哈，那这艘船公司呢，啊，已经历史非常悠久了哈。那高雄港呢，在1958年呢，转型成为货柜港呢，也是由这家公司啊，它的一个货轮呢，货船改装成为货柜轮哦，开成高，是我们高雄港的第五货柜中心啊，第五货柜中心。那这地方呢，也是呢长荣海运呢，它所一个承租的专属的码头哈。那这个货柜公司，这个船运公司呢，通常会在这个港口呢，租赁呢，它这个长期性的租赁哦，可能就长达有2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哈。那这上面的一些机具啊，吊挂货柜的机具呢，也是由这个公司啊，他们自己来这个打造的哈，所以都有他们的识别性啊。那长荣绿色是什么呢？它都是拆船的。所以以前我们这个地货柜中心啊，早年啊有20年的时间啊，在1958年呢一直世界大战。那么日军呢，为了害怕这个美国呢的舰队呢进到高雄港来使用高雄港的设施啊，于是呢自己就拉了5艘的这个船舶呢军舰啊，这个船舶呢到这个一港口去把它炸沉的哈，堵在这个港口啊，防止这个盟军啊进来，所以成为了全世界的拆船王国哈。那我们现在呢经过这个大轮沟，来到了这个地方呢，也是我们第三货柜中心。那现在在我们右前看到的这一艘呢橘色的船呢，就是港区最忙碌的工作船，我们称它叫拖船哈。那一直看到黑烟，开动的时候，一个时候的船就会冒一些黑烟，所以就变成叫黑烟哈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呢啊，会不会接着一样呢？来看一下左舷哈，代表是印度，就是船部进来哈。所以呢，船进船就看到那个黑烟啊，就是驱呢，落到这个水里面一下，就代表这艘船。
个跳挂锅柜哈，是很厉害的，因为大家都抢时间嘛哈，所以搬很快了哈，要把拉着哈，都要在上面了，所以当抓到上去的时候，好，来跟我们看一下，右手边是加好油井模型哈，是国际上非常知名的一家油井模型。所以呢，这个我们在看到的游艇啊，未来会在五月报是一个就是鳄鱼船哈、哦，一个近海的沿海的哈、哦，啊，这个晚霞鳗鱼船啊，来到奇迹呢，你可以买到哈一千元啊，这样，因为近海目前呢补水啊，这个八个小时呢下半下带下来那一头就变成统一沙拉油啊，颜色呢就有一点不一样啊，住在四个角落啊，所以他们呢有这个什么样链的哈，大概吊挂一个货柜的话，大概在一分钟啊，不能超过一分钟20。那当然想让他们来停靠。那假如是自己的码头，当然哦，就自己停靠到自己的码头了哈。好，盖呢，它设定呢是在五海里啊，因为呢，我们这个船呢小一点还好，要是这种大船呢，开得太快，感觉上好像浪很大哦。其实高雄港是风平浪静的了哈。好，那在外海就不一样了，那个大船的速度很快，你不够快的话，它的锚已经收起来了，你不够快，它就被洋流带走了。哦，所以它就必须呢，怎么上去呢？必须啊，这个船的大概在中间还是会发生危险啊。你看我们在这个16号的时候，就曾经发生我们这个观海啊。哦，那16号呢有一艘5万多吨的韩国籍的啊这个现代型的船。
亲呢，一级棒呢，客家话架，橄榄梨，我那是日本话。火车站前面，等一下，这是来岐山必吃的香蕉雪糕，像不像？像不像香蕉？像。根本就要探视生活的问题。那是向日葵。